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咱们从这个入世我闻开始讲啊。昨天廖讲过一次，就是每一部经开始都有入世，入世我闻，意思说这一部经。这部经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这一部经呢，是我亲自听闻到的，谁亲自听闻到的呢？阿难尊者，在每一部经的开头，咱们昨天讲过了啊。这是佛在涅槃的时候，阿难请示佛，佛给他的教授经之前者已经夹掉不是我能说这一部经的义理，我亲自听佛说的，减少三种疑惑，咱昨天讲了，不再重复了啊。我说佛所教授的这一部经的意思，我亲自听闻的。同时呢，如是说我亲自听佛说的，我是传达佛所说的，这是可信的。入世偶啊，叫我们升起信心。信什么呢？信这部经的道理，依之发心、发愿去修行。能够得成就的，说在理上是顺的，没有悖逆的。就是圣人背下之言，就是佛所说的法，显的是道理。什么道理呢？就是成佛之理。这个理是什么呢？就是如。这就是咱们解释《华严经》的理法界，四呢，就是这是四法，咱们当《华严经》一时解释的啊。如者是理法界，如是是四法界，理事无奈。佛所说这部经，不论要理要事。都是时任你一直入世法来做，做就是行，就能够成就道业，成就道业。那这如是解释太多了，咱们简要的就这样说，就是说这部经所全的理事，都是真实的。就是一真法界性的，就是我们每位道友所相信的，相信自己成佛的那个如，四母没有，四还得见修。华严经的宗旨所全的理事，是以无障碍，无障碍。
说法界一切无障碍，这叫如。为此一事是于二斋分身，这叫四。如是者，咱们是说这部《华严经》，这《华严经》的入世之理，可信的；入世之事可修的。以理显事嘛，就是事就变成理了；以理成事嘛，理就变成事了。所以这叫理事无奈，这是如是的意思。有四意思。闻呢，是听到，谁听到的？说如是华严经诸位诸不思议大经，是我亲自听到的。我亲自听到的，我要把我所听到的再以语言传授给别人。所以说如是我亲自听到的这部经，我呢这部经解记是说是阿难与文殊师利菩萨，但是义理上是以文殊为主，传佛的言语是阿难，我就是阿难尊者至诚，闻的就是我亲自听闻的，那从义理上想我是非我，非我，我即无我，这是没有我执的我。无我之我是大我，这是一真法界的我。我是色心二法成就的，这是五蕴，五蕴。闻呢是右身当中的耳根闻到的，我亲自听到的，就是我耳根亲自闻到的。但是法上说无我，为了传达义理，言语方便，假设为我。这个我不是那个假我。阿难尊者说，在说《华严经》的时候，或者回忆华严的时候，他是真我之我。假设言语的方便，随顺世间，随顺世间法，故成我闻。入世我闻者，就是总说就是这部经是我亲自听佛说的，这里头解释很多，因为大经啊，一个入世我们解释很多。有那无也那的法性，那这个威识，有那的三论，咱不要那么解释了，那太广了。因为一切无不从此法界流，一切经啊都以华严为本的，可以把一切经一切教义讲的都得在华严经里显示，那就太广了，太广了。不是一直书抄，啊，讲解的太广了。他又拿五教来分，就是入世我闻，在无相中怎么说的啊？实教怎么说的啊？顿教怎么说的啊？般若宗又怎么说的啊？
那是太广了。不过是要这个此经的本业，要法性来说，一切传法的菩萨，这个经的目的，让你闻了法，让你去传传法，这是菩萨应当这法闻了，闻了使那没闻者传给他们。说这个我闻呢，就是我闻到了不行，我要把所闻到的要供养给一切众生。这个我闻的是无我之我根和茎，根是他肉体的耳根，茎是外边所说的法义。根茎合而为一了，咱们是根茎不能合，这个经义是经根茎合，就是心跟法合。说闻跟所闻的经所闻的法是一个呀，是两个呀？非一，非一就是一了，也非一。说一不可以，说一也不可以，这叫妙，叫妙。说此经处处都说不可思议，就在入世我闻上，如果以深意来讲，就是一真法界的真我，真我是无能无所的，无根无茎的，就是无奈法界的法门，是圆教义。有个问题了，阿难根本没有听到这部《华严经》啊。或说《法眼经》，他还不晓得在哪个道呢，对，或者说是大菩萨了，佛刚成道，阿难才降生，他从哪里听到的？就世间法说了，世间相说了，他到30岁时候，佛叫他到身边当侍者。或者说辗转传来的，那阿难听到的那就不对了，不是，那是亲自从佛说的。或者说在阿难这个佛宝以前，阿难没闻到的经，佛重新给他说一遍，在经里头有这样的说，有这样的说。或者说阿难得了甚深三昧了，自然能通达了。但是此经对，同时在那个不思议经说，阿难乃至舍利弗所有这些大弟子全是大菩萨，到五浊恶世四现声闻来助释迦牟尼佛弘法的。这是一说了啊，他本来没闻，为什么说我闻？是问难的意思了。就是佛成道这天夜间说华严的时候，阿难尊者降生。他年满20岁，他在出家；30岁，佛叫他在身边当侍者。30年前佛所说的经，阿难不闻，没有听到的，所以说来这个做问答了。这些个都到他的行迹，得说不。